一年不回我灯，五年不回我灯，十年不回我灯，二十年不回我灯，五十年不回我灯，七十年不回我还灯，我还要再等多久？不好意思，我不想再继续等了，七十年一个时间太长了，我等的不耐烦了。太晚，你该回来了，离家的孩子到了回家的时候了，任何外人无权阻止孩子回家。太晚，咱们中国母亲的拳头硬了，谁敢阻止你回家，咱们就敢斗嘴。太晚，在中国母亲眼里，你是孩子，回家给你糖吃，不回家连你都走，回家吧，太晚。